购物中心里有很多商店和餐厅。公园。周末，人们经常去公园散步。面包店。我们可以在面包店里买面包和蛋糕。书店。书店里卖很多书。博物馆。博物馆里有很多文物。健身房。很多人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。超市。超市里有很多食品和家庭用品。银行。人们在银行存钱和取钱。公交车站。每天很多人在公交车站等车。医院。如果你病了，你需要去医院看病。加油站。每天很多人去加油站加油。理发店。当你头发长了，需要去理发店。图书馆。你在图书馆可以看书，也可以借书。洗衣店。很多人在洗衣店洗衣服。电影院。电影院里可以看电影。学校。每天孩子们去学校上学。五金店。五金店里能买到很多工具。动物园。动物园里有很多动物。地铁站。你可以去地铁站坐地铁。停车场。停车场里可以停车。体育场。体育场里可以做运动。飞机场。
每天很多人去飞机场坐飞机。旅馆，旅馆。旅行家经常住旅馆。餐厅，餐厅。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餐厅吃饭。花店，花店。花店里卖很多花。咖啡厅，咖啡厅。咖啡厅里主要卖咖啡。果蔬店，果蔬店。果蔬店里卖水果和蔬菜。酒吧，酒吧。酒吧里有很多种酒。肉店，肉店。肉店里卖很多肉。药店，药店。药店里卖很多种药。